人跟农场的猪，你觉得哪一个的地位比较高呢？你的回答如果是人，那就代表你长大了。英国研究发现，小朋友跟大人对待动物的价值观不大一样。小朋友认为动物之间不平等，狗的地位最高，再来才是人跟猪两个平分。大人则是觉得人跟狗的地位最高，再来才是猪。这个价值观转换的时间点是在青春期，所以研究团队认为人类是在青春期学会将不同动物做道德分级，强化物种歧视。研究团队认为人类跟动物的关系充满道德上的双标，有些动物是家人是朋友，有些动物则被当作食物。这个判断标准很大程度是取决于动物的种类，但他们也注意到不论是成人或是小孩都认为吃动物的肉比喝动物的奶更不道德。你觉得呢？想看更多记得按赞加分享。